Hello， 各位 Queen Shop 朋友，大家好，我又要来开直播了。但今天直播有点特别哦，有看到我这一张吗？一直在秀的这一张，大家有看到吗？回马小精灵联名发表 Party 新品发表派对。对，今天呢，我也拿到了这个邀请函，所以我就要去参加这个新品发表会咯，大家跟着我的脚步一起来，20位朋友，对，好，再讲一次哦，我现在就是要去，大家记得还记得他吗？很可爱的鬼马小精灵，我今天呢就是要参加他的联名新品发表会的 party， 所以我们现在就要进去了 ，Go Go Go， 我来推。好，今天大家都穿着黑白色的。我今天也有点小小的性感，对，嗨 ，Hello， 对，这就是那个新品发表会的入口，好可爱哦，感觉应该要有一种，帮我拿着，自己先自拍有没有？这是一个看板，这里。可爱哦，他超可爱的，而且他真的完全不会老哎，怎么这么久了还这么笑嘞？好 ，Hello， 所以我可以直接进去了是吗？可以咯，可以直接进去，好，谢谢，哇，对，其实 Queen Shop 一直跟梦工厂的系列的卡通人物合作，你看他们有跟这么多个合作，那今天呢就是轮到我们的鬼马小精灵咯。让大家看一下，白痴嘲讽你好，你喜欢鬼马小精灵吗？喜欢。真的吗？那你要不要跟我一起来介绍，就是今天他们的新品上市？好啊，来。好哦，来来来。啊，我们讲话要大声一点哦，因为这边人很多。没问题。好，那你帮我们拿。这一次的系列就是这个， yeah， 好可爱哦，超级可爱。对，今天那个所有的工作人员都穿上这件衣服。就好想要，对吗？小丁，你的对啊，经典款，真的。其实我觉得只要一件可爱的衣服，下面搭一个那个牛仔裤就非常好看。对啊，而且这一次他们出了很多，对吗？小丁也是黑白色系的。哦，你不知道对不对？我来告诉你，来，快告诉我。你看，这有三条线的。小卡通，它的对话框，可爱耶，超可爱。这搭一件牛仔裤就很好看了。看，还有它的大头罩，这个应该是每个人都可以穿吧？应该不会变形吧？哎，怎么在这里？怎么在这里？你今天好可爱哦！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子凡。而且我跟你说，你今天这个衣服啊。我不用穿下面这样子，你怎么知道我的高度可以你不行？你厉害。对，而且我跟你讲，因为他们都出那种黑白色系的啊，很可爱对不对？而且不管是男生或女生我觉得都 OK。 对，因为他就是有点可爱但又有点时尚。对，喜欢吗？对，而且除了彩色的它还有，除了黑白的它还有彩色的，彩色的都是一个，对，要买下来没？它其实是有一点小复古，对不对？对，然后也很可爱。你自己喜欢哪一种？黑白的。你喜欢黑白的？为什么？怎么说？
分量，很有分量，虽然就有一种帅气、哦、但是又很舒服的感觉，不会让人有距离感、哦、但又很有感觉。真的这件真的很好看，你看今天所有工作人员都穿了。工作人员有没有，你看这里那里，你看这里这里，他把乖妈及小精灵表现得非常淋漓尽致。对，而且我跟你们讲，太夸张了。刚刚子珊，子珊你过来，怎么了？对，他们还有一系列的生活用品，还有什么？还要牵手手。等一下，我今天有点忘时间，对不起。让我玩。雨伞以外还有什么？还有抱枕，好可爱哟、哦！后面是这样子，点点 ，QQ， 还有嘞，还有嘞，还有什么？一系列的包包，好可爱、哦，可爱。我今天太湿了，对不起，我走性感路线。演什么吗？他是啊，乖乖小精灵看到别人的屁了，然后他不知道说了什么话，嘿嘿 ，here 啊，他可能遇到的是米其林，会不会这个手啊？不是，是一个不知道，好像是个机器人的样子。好的，好，就是结束了这四格话。OK， 好可爱哦！哎，对啊，这边好多彩色的，看，有这种彩色的，彩色哇，它是哪一只啊？是 Casper， 比较复古一点的，对，还有四格的，每一只，嘿嘿。很多哦，很多哦，超 Q 的，粉红色的，好可爱哦，我觉得有点像小天使。对，还有这样子长版的牛仔长版。好，总之很多很多，大家可以慢慢的直接来 Queen Shop 来逛。没错，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，就是今天是新品发表会，然后礼拜五的时候就上那个上线咯，要上线吗？开卖，礼拜五开卖。好，大家记得哦， Casper 系列的礼拜五开卖。好，接下来我们逛完 Casper 系列，我们要到其他系列，因为你知道 Queen Shop 它实在是太丰富了，它好多好多哦。这个是 Outdoor 的系列， Outdoor 的系列，对。然后啊，你看，就是有一种露营的感觉，有没有？啊！难道这就是你本人吗？对，你要不要一起去露营吗？可以吗？可以啊。真的假的？先借老板的车。我们要睡在同一个帐篷里面吗？如果你愿意的话。那我不愿意啊。我们都一起拍戏了。所以呢？都演我女朋友了。OK，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Outdoor 系列，超适合你的。我觉得你平常的那种 style 也是就是 outdoor 的系列，对啊。你说常常出去玩这样子？你常常有一些打扮是像 outdoor 这样子。对。我觉得其实我也好喜欢像这样的系列。对，你自己拍你自己介绍一下好不好？好。对，交给你喽。大家看，但我不晓得大家喜不喜欢去 outdoor。
就是去露营啊，去爬山。对。可是因为我这次跟他们合作，然后一起去，第一次去露营嘛，第二次是去溪边烤肉。对。我觉得其实整个拍摄的风格都非常的生活感，就比较不是有一个距离的，特别要去跟大家说这个单品怎么样。哦，对，就是很轻松的，很轻松的，而且我觉得其实大家都是可以驾驭这些衣服的，没有，然后都没有距离。真的，而且我跟你说，他呢多么没距离，他没有身高的限制，也没有年龄的限制。我们澳洲人，你知道，来给大家看一下建腾。对，顺便介绍一下，他叫建腾。大家好，我叫李建腾。对，然后呢，他这个系列啊，从小朋友的，一起小朋友的，好多好可爱哦，然后一直到大人的，对。然后所以你就可以买那个母女装，对不对？然后一直到男装都有。嗯，而且我觉得，Crystal 以往都是做女生的单品，对，从今年开始的第一季到现在的夏季，都可以再出一些男装，而且我觉得品质跟 quality 都是蛮不错的，我觉得大家是可以考虑一下的。没有错，这是我的衣服吗？对，是的，童装，尺寸很好。等一下，你过来，你那边讲话那么大声。你就变肉包子了，好可爱哦！这应该是几岁小孩子的、啊？我觉得大概六五六岁六七岁、都可以。应该是我八岁的时候，对不起。可是你现在也是，他现在也是怎样？我觉得也是一样漂亮哦，就跟以前一样年轻。我知道了。妈妈，我告诉你，这要怎么样子说呢？就是这件衣服可以从八岁一直穿到十八岁、二十八岁，有没有？小时候你就把它当做长裤穿，然后呢，长大就不变短裤了。超 CP 值超高的一件衣服。我觉得这个我那天拍照的时候，觉得女生穿的超可爱的，这个超可爱的，而且好可爱哦，我好喜欢哦。而且，对耶。而且它很日式，它的图案非常好。真的。也很适合你。那这个是男生还是女生？是一个，这应该是女生的。对。超可爱。我觉得好像也可以。好像也可以。对啊，我知道，其实他真的蛮适合那种日系男生。嗯。对。而且这两季出的其实还有拍摄风格，其实都蛮。真的真的，他编那个帽子掉了。对啊，你看。这样搭好好看哦，就是很 outdoor 的。但是尤其是夏天的，大家都会往一些山上啊、海边，然后爬山出去玩，对，我觉得都蛮不错的。刚刚有拍到我吗？哦，没关系，那没关系。因为小钟，你都跟我演男女朋友了，完全对我的那个动作，哎，这是什么？哦，就是很特别，是那个这是第一季出的围，就是围裙。好好看哦，天哪！然后其实它旁边有很多小小的设计，是比如说像旁边这个，它其实是你在露营的时候，其实可以放一些工具在旁边。哦，是这样子的。对，所以它的内袋外袋其实都蛮多的。天哪，好好看哦！像我有一些做设计的朋友，然后看到拍完的照片，他们其实都蛮想要这个围。我想要请问一下，这一件多少钱？CP 值很高，有超过一千吗？没有超过一千，没有超过，因为我之前有一个朋友，然后他说为了做甜点，然后去买了一件这个，花了3000块钱，所以这个不到一千，而且你看它有好多那个小细节，真的 CP 值好高。我是不是要把这整个家给翻了？好了，总之你们可以自己去 Crystal 的店里面逛，然后就这一系列 outdoor。哎，还有这个，这个是 outdoor 的吗？应该，这不是，这又来到了一个另外一区，应该就是我们常常就是有的，常常我也会穿搭到的，就是 Crystal 的衣服。然后你看他把这颜色、这系列的全部都放在这里，好好看哦。其实也有一点像 outdoor 的系列，然后又有一点比较 casual 休闲帅气，好看呢、欸，好
多黄色系的，什么系？流行黄色。对啊，你看，流行黄色的，好好看哦，钥匙。我决定要来看谁适合。来来来，西雨琦，先跟大家介绍一下。好，嗨，这里吗？没有，我是说先介绍你自己。我是雨晴，雨晴，雨晴，这是你的那个吗？我的红茶，好可爱哦，今天连甜点都可爱。那你帮大家介绍一下这一区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我刚刚看了这一套，这一套就是芥末包这一套。为什么你会喜欢这一套？因为它外面是那个休闲的衬衫，但是它里面还有做蕾丝的背心。哦，对，然后就等一下，这是两件还是一件？哦，两件吧，两件。对，这是自己搭的。对，然后这样子的搭配，我就觉得帅气又有点小女人的感觉。对，这样子。所以我很喜欢这一套，我觉得蛮像你的，就是你常常会给我觉得就是帅气，然后但里面也透露一点性感，性感的讯息一样，不知道要干嘛。我不知道，对不起，你继续下后面的几套。后面的几套我也蛮喜欢，像这样子的裤子，就是有今年很流行的拼色的，对，然后它下面又是破裤。破裤风，然后又反折，对，觉得我们应该都很，对啊，就是有一点小小的巧思。对，okay, 还有后面的有什么？后面我看一下，还有那个网纱的，对，网纱的，今年也非常流行网纱系列哦。对，它的网纱系列是不是一整？这不是一整套，可以这样搭。所以它是，它就是网纱，所以它可以是搭在里面的。对，然后你看它下面是衬裙。对，如果只是单纯穿衬裙，你可能会觉得有一点时代感。对，对，但是如果你只是把它搭在里面的话，就是有一种创新的不一样的感觉。对对对，也是甜美。好好看哦。蛮好搭的，你看刚刚这一件，可以这一套，对啊，就搭这个，没办法，好看呢，对啊，我的菜，对，这里再来看，看看这样子，哎，好看嘞，超搭，好看，然后它还有黄色的帽子，一系列。都很喜欢哦。好，下面搭这个凉鞋，夏天。还有这个红鹤的手机壳，好可爱的。你有看到？这里有三个。哎，真的哎。我有一个朋友超喜欢红鹤的。我也好喜欢哦。对啊，为什么？就粉红色。因为粉红色吗？对啊，粉红色，然后感觉很特别。对，就是有一点。女人的感觉吧，我觉得。对啊，我也好羡慕她的交叉卡。交叉。你也有啊。梦寐以求，没有，我只有蜜大腿。对啊。还有一双萝卜腿、猪猪腿。好，我们再看一下还有什么。嗨，不要跑。找帅哥直播，找帅哥直播。对不起，我只是纯粹因为很帅，所以找你而已。还有什么？有什么？啊，这个好，那个叫做什么？美国复古风的感觉，就这。对啊，还有刷那个，很像水彩的感觉啊。那叫什么？泼墨不是，它不是泼墨，它是很像亚克力之类的。对对对对对，还有什么？我来看看。哦，对了，这个。哎，这件好好看哦，它的袖子是做这样子，然后还有它是刺绣，因为今年也非常流行有刺绣的衣服。对，大家在现在线上有多少人？300-400。真的假的？我跟你讲，
看直播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今天我们又要送大奖，所以你们先稍微的看一下哦，你们喜欢的是什么衣服哦，我让你们一件一件的看一下哦。好好看哦。想看见你穿，你说现在吗？你来，明明就想看你穿。包包给我，包包。我觉得你今天很适合。要脱上衣吗？好啊。什么呀？自己要求。好啊。哎，你自己脱。好，我自己脱。那我穿这个。对啊，他袖子超可爱的。好 Q 的耶。哎，对啊，而且穿上去更有感觉。然后，超可爱的。我本来想要帮你搭这个外套的，但是又觉得这样子那个这个袖子的特色就不见了。对啊，我是刚刚捏到你的肉，sorry。没关系，稍微的扣一下。我来看看 OK 吗？下面可能还是可以搭个裙子之类的。哎，他，哦，你来帮他配，配什么？你觉得他下面可以配什么？下半身吗？对啊，这样好像也，他们两个好认真啊，感觉裙子比较好弄。你直接叫我烫，下面太重，这有点太复杂，对。好吧，那你就是这个、套进去，套进去，不要啦，不要啦，可以啊，这是裙子啊，哎，这裤子啊，前面有多少？哦，没有，你看大家都没有在乎你，大家都是在乎衣服而已。不要闹了。好，总之还不错，对，还不错。还有哪一区？这一区啊，这一区就是比较 lady 一点的。Lady 区的，对对对 ，Lady 区的，我来瞧瞧。哦，哎，这件我有拿，这件超 Lady 的，但我号好像有点，哦，我看一下。大家那个网络还 OK 吗？因为刚刚好像有。看到好像是有人说讯号不稳是吗？确认一下，大家如果那个网络 OK 的话，可以跟我说一下吗？对，好哦 ，OK 吗 ？OK 吗 ？OK 吗？好，那我要继续。这是 Lady 区的，这件我也有拿。这是 Lady 区的，我有拿。对。但其实我现在还找不到地方穿它，因为通常找我都是比较可爱的，对。但我想说有备无患，一定用得到。而且我刚刚有看到一件很性感的耶，我好喜欢哦。是哪一件啊？这件，看，超性感的，它就是很低，然后的 V 领。下面如果只是搭那种紧身的牛仔裤啊，我觉得就很 lady 的感觉，好好看哦。送这件好吗？我再想想哦。哎，它旁边是这个，哎，是会小肉相间的，是小肉相间型的。天哪，太有心机了这件衣服。还有什么呢？我来瞧瞧。它这个也是 V 领的，前后它是 V 后面，前面是可爱的，
然后后面就是小小性感的，这些也很可爱。然后还有，外套，对，就是 lady 的外套，浪花，后面是有袋子的。OK， 好，很多很多，大家都可以来逛逛。还有这一区是黑白区吗？嗨，你们好，不好意思哦，不好意思哦，人越来越多了，而且男生女生都有哎，真的，真的是要命了。哎，那个，我突然想到，今天那个 Queen Shop 的设计师也有来。不如我们来问问他的设计理念好了。这一区是大概是谁设计的？就是你，好，对。那个可以帮我推荐一下吗？这一区是不是都是比较帅一点黑白设计？对，然后就结合一些比较经典的元素，例如说网子的，网子，对，然后还有纱裙，纱裙。黑色的网子，对，这个我穿会不会露胸部啊？可能会一点点，一边可以搭那搭。哦，对，介绍一下这个。哦，这个网网的，今年超流行，每个人都有一件的。感觉这好像是设计师在穿的，或者是造型师。对，然后旁边穿一只啊，这个我喜欢，你看看，这个有点可爱，然后又有点。应该是说帅帅的，对，然后 Lady 的话就是比较轻松，然后比较个性的女生在穿的，真的。那我可以退场了吗？啊、结束了？没有，继续。OK， 哎、欸，它这个裙子也好看啊，好多色，蛋糕裙，但它都是黑白色系的，所以其实不太会让人觉得你是被截成一层一层的。对啊，蛮好的，好多哦，好多人哦，我决定要来找人了。嗨我这样搭讪是不太好。还有谁 ？Hello。Hello。好，请问你是？棒的总监，是他总监。谁的棒？棒跟日本总监。boss， 你不要挡在门口啦！哎呦，你看后面，外面还有录音，外面的朋友，嗨，你们好，嗨嗨，你们好，你好，那个后面有那个长得比较像虫的，你是谁？我是很美，你可以让我们看一下今天的造型吗？Oh my god！ 赶快穿起来好吗 ？Sorry， 我就是那个小精灵本人，很像可爱。其实你真的蛮像的，真的吗？对啊，这是你自己绑的吗？没有错，给你绑的哦。以后还是找造型师啦，好不好？烦死了，绑得很糟是不是？没有啊，太特别了，很可爱，很可爱。而且你这个是什么啊？是那个弹头啊。是真的，它是那个吗？弹头鞋环吗？真的，我以为想说你又那边乱弄，对不对？没有，想说你是勤俭持家的好女孩。怎样啦？把家里都不要的积木啊之类的钥匙圈啊，棒棒的丢啊！哦，所以呢，会给你就工具，而且我符合主题，黑白配，黑白，好想在你身上下棋哦！来，车马炮，对呀、啊。就是一个格子，真的很可爱。这也是 Queen Shop 的衣服哦，超可爱的。真的好，谢谢你。今天你有喜欢什么的吗？有，我跟你挑了，因为我礼拜日有一个那个生日演唱会。对，我已经挑好了一件。哎，你说生日演唱会？没错。你会唱歌？哎，我很会唱歌。你生日 party
敢讲你不知我爱的只有你。好，就唱到这边。其实蛮会唱的，谢谢了，声音蛮好的，谢谢，真的真的。所以我已经挑好了我演唱会要穿的衣服。真的假的？对啊，不然你去挑三套一下，好，好好。适合我。真的假的？因为我就是甜，我这是甜美的风格。哦，没有，很可爱哦。真的假的？还是不是很适合我？而且这个是三件式的，刚刚设计师有推荐我说他自己搭的，里面是一个白色蕾丝，然后外面是一个粉嫩粉嫩，还有小心机这边可以开高叉，然后下面是一个碎花裙，是不是很适合我？大家觉得呢？网友已经跳台了，有人说好听，真的假的？哦，现在才真的。网友说好听，对对对对对对，特别特别好，大家多多支持。好，希望你那个演唱会成功，这样子。好，好，你可以去外面了，拜拜，拜拜。你要吗？好，来呀、啊。我都被垮了，拜托。哎呀，不错哎、欸，哎、欸，所以你演唱会的衣服也都是从那个 Krishan 挑的，对，真的很棒。他就是他可以私底下穿，然后他也可以上得了舞台，好吗？又可爱，真的。今天来野餐咯，真的耶！他怎么从里面爬出来，还蛮想象，他有一种他是你阴魂不散哎、欸。他在享受摆各种 pose 夜晚的露营。啊、那你有吊床啊？你可以就可以去躺一下。开始觉得尴尬了，尴尬了，尴尬了，好疼！对，好可爱哦、喔，这边也在卖是不是啊？这些东西应该都是老板自己的。好可爱啊！对啊，这发表会好棒哦、喔。对啊，就是除了可以挑衣服，然后你又可以在这里吃吃喝喝的，然后稍微的在外面小露营一下。我们要去给人家。在这里好像鬼哦，何妹你赶快过来，你过来，这里超适合你的。很可怕，小编说不要，很可怕，别闹了。我们还是赶快进去看看好了。我们要去看一下今天的甜点区吗？好啊，今天其实甜点超可爱的。Boss 在开走，Boss 跟总监，我们要，你干嘛？你干嘛？小牛，小牛，我现在嘴巴还在吃东西。你吃了什么东西？我吃咸派，咸派是吗？带大家去吃。来来，那你带大家去吃。我刚吃完一个咸派，今天这里好像。好多美女哦，要死了！原来都聚集在这里。对，昨天。哎，跟大家打个招呼。嗨。对， Hi. 介绍一下，打个招呼。嗨，我是高俊雅 Clover。嗨，你也是在这里在停留最久吗？我这边停留非常久，就是一进来就先冲，而且我一进来就直冲这一区。不要关灯了啦！年纪这么客观。不如你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一区为什么让你停留这么久好了。好，就是呢，还有饮料有红茶跟咖啡，然后这是咖啡，然后它吸管很可爱，对啊，吸管，对，可爱的，没错。真的好想跳钢管哦！对，霓虹灯，很符合、那個。应该是那个啦，那个卖槟榔的那个，我们玩那个马那个马旋转木马，旋转木马的中间那根，你好笨的马，那个马那个马。对，然后那个这一区巧克力区跟咸派区，然后它的那个这个巧克力里面都是包那个 brownie。真的假的？哪一个？这里面都是，就球球都是包 brownie， 真的、哦，对，很好吃。然后这个是半熟乳酪，然后吃起来有牛奶糖的味道。对啊，而且它今天超符合我们的系列的，就是全部都是黑白的，黑白黑白的 对，然后咸派，然后，对啊，这好好吃，我在狂吃吃了好多个。而且我们一进来，这个本来是完整的，然后他们就问我说，哎，问我们说，哎，就是有人要吃吗？然后我就说。不好吧，因为它本来就长得完整。对，想说它是摆盘摆饰而已。对，他以为不能吃，就它可以吃。好吃吗？它面好多没有。非常好吃。它、啊、吃那个 cheese， 它里面是
cheese， 我以为是奶油哎。没有，它是很像那种是什么半熟 cheese 还是什么加进去？生 cheese， 对，生 cheese。它是原本就是长左边那样，对不对？很漂亮的样子。对对对，就是最舍不得破坏它。真的耶，那个，对对对。它好像是那个一颗一颗 cheese 球，然后对它铺满的感觉，对，很好吃，然后就被我们吃成这样了。OK， 你继续加油，对，好棒，太谢谢啦，谢谢啦，好。哎，这个是那个我们做蛋糕的，的投稿。对，今天谢谢，做得很可爱，谢谢。而且这也黑白色，对，一定要，真的很棒。你身上走迷宫哦。对啊。那我可以下象棋啊！对啊，有梗有梗，好玩哦。OK， 谢谢，好好玩哦。哎，网友有没有什么想法？有没有什么会留言？想抽奖？没有吗？衣服很可爱，很可爱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就刚刚我们有说嘛，就是其实只要看到直播就是有后康的，我们是不是要给大家一个猜谜或是一个留言，所以就可以送奖品。今天我们是打算要送几件？你想要送几件？网友说，我知道，老板说很多人都很喜欢。我跟你说，只要找到老板，那就会很可怕。好，我说好了，我说五件，可以吗？好、哦，那我挑一下哦。既然今天是 Casper 的新品发表，不如我们就来挑一件是 Casper 系列的衣服好了。啊，我知道了啦，因为之前都是可能衣服都是比较火给女生的，我觉得我今天就挑一个男生女生都可以穿的，就这件，好不好？那 OK 吗？这件你们喜欢吗？我觉得这件好可爱哟、哦。对啊，就是有点帅气，男生女生都可以。送大家这个衣服五件，那你们只要在板上留言今天是什么的新品发表会，然后我们就会在这一个里面抽出五位送给大家，好不好？再让大家瞧一下。好、哦，就是这一件，然后有五件要送给大家，只要你们留言，就是今天是什么的新品发表会，我们就会在其中抽出五位朋友，然后送你们那一件衣服。好，所以呢，只有在我直播这过程里面有留言的人才可以获得哦。所以我是不是要再直播久一点，让你们更有机会呢？讲一下答案吗？啊？讲一下答案？需要讲答案吗？我还不够清楚吗？来这里啊！中文、英文都可以，中文、英文都可以，或是你把那个图案贴上去也可以。好哦 ，OK 吗？知道为什么我们今天都没有去 cosplay 吗？我们问这位小姐，为什么今天没有去 cosplay？ 因为要来这里。哦。什么？不好意思。哦。怎样？真的吗？真的，我们在直播。对。问你吗？你喜欢 cosplay 但更喜欢美少女？掌声鼓励。所以你都没有去吗？没去啊，真的假的？假的，票都买了没去。哎、欸，我今天狂被 cosplay 洗版。对啊，没关系，我觉得很多人会被我们洗版。那你有买 cosplay 的票吗？我有买啊。然后就没去。Oh my god！ 就是为了 Queen Sha。为了 Queen Sha。Oh my god！ 现在在直播当中。玩
的愉快。好，谢谢谢谢。不好意思，小料相间。对，只要这样子，想要增加什么收视率吗？并没有，大家都已经习惯我就是。还放下。好，大家都留言了吗？今天到底是什么的新品发表会？是什么呀？是什么？好，大致。然后再给大家看最后一次哦，直。大家已经留言完了吗？只要留言是什么样的新品发表会，我们就会送你刚刚的那一件衣服。好，我们的回答的时间到了。祝大家都可以得到这件衣服，那我们就跟大家说再见咯，拜拜。